这边就是老城区的一个广场了，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圣诞的大广场啊，进去看一下。各种商店看着了吗？哎呀，但是这边卖的东西啊，我都不太喜欢，这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。很大的一个广场，很大。像这种地方啊，在这个布达佩斯也有啊，维也纳也有，很大的一个圣诞集市。哎呀，好啊，是喂鸽子的人。这种可以逛街但是不花钱的感觉真是太爽了。